什么厕所？王宇宙，他去找你了，在哪个医院？医生，我还没到预产期呢。我知道，一切还算正常，你放心吧，没什么大问题。那医生。 他刚痛得很厉害，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安胎啊，还是什么？听医生的，别那么多想法。你是孩子父亲吧？我不是。他欺负我女朋友，我去骂他，可能骂的激动了一点，然后就肚子疼。还有他爸呢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手机没接，他在飞机上，我一会儿再给他打一个试试。又开始疼了。正常的，有点疼啊。 再帮你加个枕头吧，啊，对吧？还倒杯水给你。你先去办住院手续吧。好。那个是在出大厅右转。林医生，我能不能等我老公来了以后再生啊？他应该很快就下飞机了，我不想让他错过第一眼看到宝宝的机会，求你了好吗？这不是你说了算的。 孩子跟大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。来，放松啊！我要给你检查一下，把腿弯起来，慢点。好，慢点啊！王有正，哎，厕所呢？啊，在里面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现在不方便进去，他们还在检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厕所了？ 他突然跑来骂了我一顿，然后肚子痛，我就把他送来医院了。严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还是你有遇到什么困难，我可以帮你的？我们还是朋友吧。你觉得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 大夫，他怎么样啊？还好，正常。谢谢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啊？保姆让你来的。啊。项目组呢？他手机关机了。他到现在手机关机，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我打给他。 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信号不好，出去打。赵满林是吧？谢宏祖。 是你更好，你别跟我废话。不管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，在谁家里，在哪张床上，你立刻马上给我滚到妇产医院来。还有，不要再带上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就你立刻给我滚过来！